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三八富乐泡泡抑菌洗液。我们会从公司简介、产品介绍、产品功效、产品优势、使用方式这几个方面来为大家介绍这款产品。首先，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三八富乐公司。三八富乐公司于1992年创办于陕西西安，一直致力于研发女性生殖健康产品。是中国生殖健康产业协会会员，联办中国女性生殖健康工程蝴蝶计划，在加拿大、美国、俄罗斯等均设有分部，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公益捐赠额达到8000万元，帮助女性创业，投入3.8亿元到玫瑰创业基金。2018年，三八富乐创建了首家北美分公司，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地区。从事集团女性健康产品、消毒产品、个人卫生产品、生物制品的销售，承担三八富乐集团公司几十万志愿者在北美地区的旅游接待、子女留学、移民签证申请等业务，开发具有北美地区特色的健康产品。三八富乐泡泡抑菌洗液是三八富乐的旗舰产品，畅销全国25年，在国内获批销字号，引进加拿大后获批保健品字号。三八富乐以一颗匠人之心，打破传统洗液古板老旧的形态，研发出啫喱形态的泡泡抑菌液。啫喱是一种直径更加微小的泡泡，更加适应阴部的曲线和大小不一的毛孔，更易紧密贴合皮肤表面，更易渗透皮肤，将有效成分导入肌肤。首先，想要先纠正一下大家的错误理念，私处护理并不是一味的越干净越好，太干净了可能会影响到私处的菌群、pH 值和深层次的问题。男性和女性的私处护理应遵循的原则是，使用的清洁剂越温和越好。很多人对于私处护理可能会有着以下四大误区：一，只有清水护理才健康。光用清水是无法彻底洗净私处的油脂、血污的。如洗手时，不能只用清水，要用肥皂或洗手液。有些消费者很担心私处清洁用品会破坏自身的防御功能。其实，这是一种误解。只有护理液这类产品的 pH 值接近私处的 pH 值，如女性4到4.5，男性6到70，才能更好地维护私处的自净作用。二，用肥皂或沐浴露清洁私处。人们认为肥皂、沐浴露有较好的清洁作用，但肥皂包括香皂和沐浴露大多都为碱性， pH 值基本在7以上，对皮肤具有刺激性。去油脂后的皮肤干燥，会引起皮肤刺痒、过敏性或接触性皮炎。对于女性来说，还容易破坏阴道的弱酸环境，导致妇科疾病。三，使用冲洗剂清洁阴部。如果每天都使用各种清洗液冲洗阴道，会杀死维持正常酸性环境的有益菌，必然会改变阴道的酸性环境，破坏阴道的自洁作用，扰乱正常菌群的相互制约，破坏生态平衡。四，药字号的洗液更安全。有些人的阴道炎症纯粹是洗出来的富贵病，实际上健康的妇女根本不需要使用药字号的洁阴用品，平时护理用消字号的女性护理洗液即可。药字号的产品多少会有一些毒性，消字号是无刺激的，可以放心使用。我们的产品主要具有以下四大功效：一、消炎杀菌，消除瘙痒，抑制细菌；二、植物抑菌，安全无刺激；三、清洁止痒，呵护肌肤；四、去除异味。我们的产品具有以下三大特点：一、安全草本，绿色健康。三八富乐牌泡泡抑菌洗液精选多味中草药，绿色草本，安全无刺激，为女性生殖系统的健康保驾护航。二、长效抑菌，清洁止痒，特添加苦参、蛇床子、黄柏，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、白色念珠菌、
有长效的抑菌作用，用于私处的抑菌，清洁止痒，去除异味。三、形态革新，安全易用。三八富乐牌泡泡抑菌洗液，泡沫绵密，相当于头发直径的1/60，带来亲肤触感，最大程度减小与皮肤的摩擦，有效保护敏感肌肤。它是超强力的泡泡，可瞬间吸走四处褶皱中的油脂、污垢、角质，清洁能力是普通洗液的8倍。我们的三八富乐泡泡抑菌洗液分为男用和女用两种。女士泡泡洗液的主要成分有苦参、蛇床子、黄柏、独活、姜黄、栀子、野菊花、金银花。其中的苦参、黄柏、金银花都有清热祛湿、泻火解毒之功效，蛇床子入肾经，有温肾助阳之功效，而姜黄是温性的，有破血、行气、通经止痛的效果。同时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抗炎抗氧化剂，也有很好的抗癌作用。其中的栀子入心经，有泻火除烦、清热祛湿的功效，主治热病心烦、临症涩痛等。男士泡泡洗液的主要成分有蛇床子、黄柏、苦参、苍术、虎杖、独活、蒲公英、野菊花。蛇床子入肾经，有温肾助阳之功效。其中的黄柏、苦参、虎杖和蒲公英都有清热解毒、降燥的功效。苍术有燥湿、化浊、止痛、抑菌的功效。我们的产品每瓶有60毫升，自带泡泡挤压泵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三八富乐泡泡抑菌洗液的使用方式。首先将双手洗净，然后撕开包装，用温水清洗私处，将泡泡洗液挤在掌心，轻轻揉开，放在私处，用掌心轻揉按摩1分钟，静置3分钟后用温水洗净即可。三八富乐泡泡抑菌洗液，打破传统，破茧而出，真正意义上的私处泡泡洗面奶。今天的介绍就要告一段落了，谢谢大家。